我是白猫，今天呢，我来玩这个，你都知道了，就是麦克风。好，所以我就来，消除掉这个先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我来玩一个生存好。之前我都是玩过 Minecraft 的来拍这个影片，但是我今天呢就来重复了这个，我就来，就是说，我又拍到一个人，我又来开始拍一个人的生存，这个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树什么都这样，我们换个地方好了。好，我们又来到了这个，我们又开了一个地图咯。怎么又在树上了？怎么给我在树上？哇，这整个好像是，简直是一个森林诶！跳过去，你们敢看到这个东西？哎呦，好，我们来砍树好了，我们就来砍几棵树。然后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就直接一口气的给冲上去。那平地耶，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建一个普普通通、小小个的一间屋子，好了，所以我们来弄一些木。好了，所以就赶快来建一个小屋子。好了，这整个屋子咯，所以现在我们剩余的木就拿来做一些，就是做那些可以专门夹死你的东西，不是的，就是做一把剑，还有一个木杆。好，我们就先去挂石头，石头不用了，我们就这里已经一大把。等着你挂哦，可以顺便挂死你给我下，给我下，OK。你好啊，羊。哒哒哒哒哒。我们来先杀个羊，然后再做一个。哪有还有肉哦？所以今天我们不用怕没有食物吃咯，还要去怪谁呢？吃掉我在说什么？过来，好了，
0.1、5.1的版本都已经有了。就是说挂那个，不是挂羊，挂羊，我在说什么？就是杀死羊的时候会拿到他们的肉，就是羊肉，应该都是正常的吧？都是一些正常的东西，之前原本是没有，电脑版早就已经有了，电脑版没有的，所以现在电脑版现在才出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来，就是做一个木船，然后一个实践。OK，Hello，我们的影片就是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就给个 like 跟 share 咯。还有别，如果想追踪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所以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